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87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老玩具哦，经典的热碟。这款玩具呢，是我前一阵子呢在台湾的脸书竞标的社团上面呢，用台币250块钱，也就是换成人民币可能就60来块钱，去得到了一个二手品呢，没有包装盒了啊。它是一款 Voyage Class 的玩具啊。那么呢，它呢还有另外一个红色的铜模的 Inferno。那一款 Inferno 呢跟这个热点呢，如果二选一，我会推荐你去入那款红色的热点。为什么呢？红色的那款热点呢，它的前面的挡风玻璃是透明的白色，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呢，它的车子里头呢是有两个驾驶座。那么由于热点它是黑色的，上面已经涂了一层的，应该是涂了一层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说它整个就是蓝色塑胶片去涂，反正它就是不是那么透明，所以我们看不到里面的座位。其实它里面还是有座位的啊，透过一些角度还是能够看得到。那么呢还有眼睛，它的眼睛呢是有做红色的一个涂装，虽然也很好看，但是 Inferno 呢是有透光性的，所以说呢二选一的情况下呢，我会建议各位呢去入这个 Inferno 吧。那我就拿出一个 Inferno 的这个是合体战争吧时候的那个热点的模具，那也把它后来又推出了一个这个 Inferno 的配色。那两个的话呢，就当做说好吧，就当做你们两个人是搭档吧啊，这样子也有避免一个同模的尴尬，对不对？那么这款玩具呢是一个旧时代的一个设计啊，我想旧时代啊是真的是超过应该有十几年以上了吧啊。它的这个两个肩甲的话呢，你可以放在后面，应该是放在后面是比较标准了啊。那它的枪的话呢是不你要取下来的话呢必须从这个地方把它硬拔下来，但是我并不打算把它拔下来了啊。那拿下来的话呢或者不拿下来我觉得都可以啦，就放在后面。那它的子弹的话呢这位卖家的话还有保存下来啊，是一个这个也是有特效件的感觉，那保存的子弹。那它的一个弹射装置的话呢，除了这里之外还有一处，就是它的这个头部啊，它的头呢在车变人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联动的机关的，这个只有这一侧有啊，你把它往侧边推一下，啊不对，往里面推一下，哎不对，往外面推一下，哎里面外面，哎，是往哪边推啊？没有，啊对了，是往这里推，这个前后左右我居然可以猜到最后一个才猜对啊，这个再给各位示范一下，你往前面推，它的头会弹射起来，推这边没有效果啊，这一侧没有任何的联动，就这一侧才有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老玩具有的一个特色了。那这一片部件呢，人形的时候是要推下来，但是比较容易去踢到啊，就当作是一个裙甲吧。这个玩具呢，它跟现在的玩具相比的话呢，可动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弱项，上半身都还好啊，它的腰身不能动啊，就开始出了问题了。最大的会让你觉得不习惯的一个地方是它没有脚侧踢，各位看到了，它的脚前后可以啊，侧踢的话是没有啊，对不对？侧踢没有啊，你只能转这样子踢啊，就有点奇怪了啊。这个设计就非常开心的一个感觉。OK， 这个也是以前的玩具有时候会这样子吧啊。那它这个地方打开膝盖的一个地方有个小小的缺口，但是总体来说啊，你该动还是能动，就是有一些角度你就转得比较奇怪。你看，它这里这不对，就是你变成说。你要侧踢的话，你必须把所谓的外白内收的位置给用掉了啊，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好吧，反正就老玩具嘛，这个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很去计较这个了，因为它就是一个扎实的一个手感，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个啊，我经常提的啊，肩膀有一个齿轮关节，这个玩具掰起来的话呢，就会非常的不一样了啊。来给大家进入一个变形的过程吧。首先后面这片部件拉下来打平就好了，头部这样子有一个扣住的感觉。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先挑起来，我们把整个手臂往后放，然后呢建议这个时候呢先把这块部件给转到这里，再把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转到侧边啊，形成侧边的一个造型。上面这里的话呢有两片部件要打开，这里前后各一片啊，等于是内外各一片打开，然后呢推到这个位置，这里把它合一下，这里也把它合一下啊。OK， 各位这样子应该就能够看得出来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侧边的形象就出来了啊。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外侧有一片部件，里侧有一片部件，都把它给打开来。胳膊的话呢打平推到后面，这个手臂的话呢转到
这一侧这里。哎，我刚这一片忘了把它转过去，人形象忘了把它转了啊，哈哈哈哈。好了，没关系了，这个部件透过上面的转轴转下来到这里，可以先把上面呢给组合起来。好，到这里了啊。那腿的变形的话呢，是直接的整片部件往后面推，然后呢轮这个记得轮胎转到外侧啊，转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先把它合并，没有问题，先合并好了。然后呢脚掌往里里面推，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这边这个脚掌往前面推的话呢，这里很紧啊，只有这一侧啊，另外一侧不会。这边哦，现在新的玩具是没有办法承受我这么大的力气的，好吗？好啦，那就这个形态之下呢，这个脚啊把它给打正一点，然后就往上面推上去啊，其实是应该脚先上来啦，然后这几个地方我们再来做一个密合啊，没关系，各位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形的一个流畅就可以了。这张整个要推进去，好，到这边就开始做一个密合了。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地方都有咬合的一个位置啊，这里扣上去，这一侧也是一样的，这里推过来到这里。以前的这种玩具啊，就是可以让你很放心的用这个所谓的指头的一个全部的力气去玩啊。这里把它给扣上，扣上，好，好了。那最后的话有这里，把这个轮胎往外翻，往外翻出来。OK， 嗯，最后再做一个简单的小调整。我们的 Inferno， 啊不，讲错了，怎么讲 Inferno 了？对，我们的这个热点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我发现呢，我的手机来录这一款热点的话呢，它的这个蓝色呢，跟我肉眼看到的蓝色不太一样。我的相机里头的这个蓝色呢，感觉更加的鲜艳一点点。这个没有办法给各位做一个形容了啊。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载具形态的话呢，非常的漂亮，滚动性也很好，所有的轮胎都是打上了铆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火球吧，还是太阳奔驰的一个花纹博派的标志。非常的可惜，就是它的挡风玻璃并不是透明的啊，而是黑色的一个涂装，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如果你是收Inferno 的话呢，啊，你就可以欣赏到它里头有座位的刻画了，然后侧边啊细节的部分呢也都是有的。上面的话呢有这个也不应该说是喷水了吧，这个是一个像是大炮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发射子弹的话从这个地方啊按下去就会发射，但是这个年代久，喷射力量还是可以啊，所以不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呢减少它的喷射力度啊，这个感觉跟我差不多啊。我就说嘴炮了啊，就是嘴巴的一个尖酸刻薄的程度了。那它后方的话呢有四个推进引擎，这个到底是多么紧急的状况呢，需要你如此奔赴火场呢？然后整个玩具的话呢，我觉得吧啊，就是这两片部件啊，这两个这个部件中间这里稍微空洞，不然的话呢它的一个车形态呢，其实上方来讲的话就车头已经算很棒了，你切几个角度也是看不到手的了啊。那以前的玩具就分量就很大，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是 Deluxe 等级，然后这个以前还是真正的V 级应该有的尺寸了啊。那很幸运的呢能够用非常低的价格去买到这种很经典的老模具啊。那变形金刚的市场呢，说实在话啊，在台湾来讲的话是价格都是越来越差，新品很贵，但是老物的价格呢也是越来越差，很显然的就是需求的人减少了啊，就是同号呢是很明显的在流失的。不过这个大家怎么看我是知道就好了，我心里面还是一个观念啊，我们自己玩自己的，让自己开心一点就行了啊。我相信吧啊，我的运气很好啊，透过做变形金刚开箱的关系，一直一直能够跟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呢一同在网上分享。那么谢谢各位这13年来的支持，今天已经是2月10号是吧，还是9号，这个我的频道是2月11号是周年，那么很快就满13岁了啊，进入第13年了啊。那就谢谢各位一路的支持，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